傻眼。欢迎回来，现在才知道最后一趴，大概剩下十分钟不到的时间呢。今天一开始呢，就是有许多礼物，那就进行礼物猜猜。对，赶快猜一猜。我就先从这个麦卡贝杰林收开始猜。好的，那我就看看这是什么了。然后这边这个写的是麦卡贝，现在才知道没有写任何人，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回收了。应该不是。好，我这里介绍，我是土，现在才知道最美丽帅气的主持人六太鸟屎卤蛋与杰林女神。在日本游学的期间，我一直在 follow 你们的频道，每当心情郁闷时看你们节目，总会让我立刻心情好起来。祝福你们大家都能事事顺心，我也会一直支持的。再次奉上刚从日本带回来的小礼物。哇，水突然打出来。傻眼。东京航海王铁塔主题乐园的限定商品恶魔果实软糖，希望能帮助你们补充恶魔果实般的能力。偷偷告白，我最爱同为新庄人的杰林女神白雪人。哇塞，怎样啦？哎，注意，橡胶要这样子亲嘴的。有橡胶果实、火焰果实跟手术果实。我要火焰，因为我是爱吃，拿来。可是他的火焰是萨波哎。没关系啊，萨波继承了他，OK， 我可以接受他。萨波，谁是萨波啊？你不知道，傻眼！又不是全部人都有看好来着，傻眼！给我一个我知道的，好不好？我看一下好不好，萨波就他现在最强的啊。哦，跟着才不是现在最强的，他是不是小时候？他是现在最，他是小时候大饼，三兄弟，小时候大饼了。小时候大饼，真的，那小时候在长的。那给你手术果实好了。谁是手术果实？罗拉法尔加罗，因为他感觉罗也是现在草莓口味的，我比较我觉得罗比较帅啊。哎、欸，它里面还有写一个土鸟屎哎、欸，真的假的？你不是说你在想耳吗？傻眼呢、欸，奇怪，这样这样就不记了。亲爱的鸟屎说：“还有我独立的卡片，你不是在想杰林吗？”傻眼。亲爱的鸟屎说：“我在想杰林。”傻眼。自从开始看麦卡贝，我的家人就被你那深情的眼神所吸引了，连我亲戚家的妹妹都说非你不嫁。啊，嫁过来啊！那还在干嘛？嫁过来啊！其他都不用看了。等一下人家真的嫁人怎么办？等一下下礼拜寄喜帖来，我已经跟你妈妈提起。我讲你过几天在路上就会捡到红包。哎，因为你不觉得他谁都可以嫁跟娶吗？我真的刚才叫老师娶他，为了表示我对你滔滔江水般的敬仰，我特意从日本带回来能将你霸气展露无遗的道具，希望你喜欢，请不要长时间带着他开实况，谢谢拜雪人。我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啊，感觉一定是要整我的东西，应该不是吧？他明明就用了一个很漂亮的袋子装。对啊，眼罩、哦。哇塞！哇塞！果然有霸气。哇塞！是恐怖哎、欸。超智障的，它里面是这样，外面是这样，所以就是那我、欸、你戴了然后说傻眼，快点！我用要很霸王色的霸气说傻眼，对对对，霸王色霸气。我们还有多少时间？那你们先猜这个，还可以，你先讲你的那个。啊，我的这个好像是那个海贼王的那个 T 恤，什么全部都是海贼王、啊？好屌哦 ！T 恤有三件 T 恤，厉害！是谁啊？这个是不是海贼王里面的？这是海贼王吗？一个那个什么？这是海贼王吗？我觉得是哎、欸，不是，因为我记得就是好像曾经有一个粉丝写信给我，然后他是那个海贼王的那个社团里面的站长，然后他就说他还蛮喜欢我的，然后他知道我很喜欢海贼王，所以他想要寄海贼王的相关的那个，等一下我先不要啰嗦，相关的那个 T 恤送我这样子。哦，好，一二三。傻眼，超没霸气，你的霸气，超没霸气，傻眼，霸气嘞，傻。可是因为这个眼罩新的，所以它闻起来有一个新衣服酸酸的味道，好臭。对，你闻，有吗？你有闻到吗？新衣服真的是很过分。哎，那换你，但你说傻眼，换你。Excellence， 等一下，有带到吗？等一下没有拉好，不适合。好来哦，好 ，OK， 一二三，傻眼！哎、欸，很棒哎，很好，很好，很好，我觉得很好。欸、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Excellence 是什么意思？是他们的牌子啊。哦，牌子、啊、应该是吧？哦、okay ，草潮牌，草潮牌。那我也要戴一下，然后说傻眼。哎，行不行啊？我不会戴。我这样有戴好吗？戴好，戴好。你帮你有 Q。好。好哎、欸，谢杰林，谢杰林，你的车被人家刮到了，傻眼！哎、欸，你好适合啊、哦，你好适合啊、哦，你好适合戴这个、哦。算了，你不要拿下来了。对呀、啊，我怎么这样？应该送给你才对啊。奇妙哎、欸。那我吃一个香蕉果实咯。那还有什么？赶快猜猜。礼物，你们两个接礼物有我的吗？哇！干嘛啦？橡胶枪盲使出来。哎，这个是有字，这个也是这个，从台中来的哦，也是麦卡贝六探鸟屎，我们来拆开来看一下。俄罗斯娃娃吗？包那么多层，过度包装。
啊，你写六探鸟屎，然后里面全部都写杰林女神，杰林女神，杰林女神，什么意思？杰林女神，杰林女神，你那么花痴啊，傻眼呢！六探鸟屎哦，有哦，里面还有卤蛋跟 Cindy， 那我就留把得的，对，卤蛋 Cindy 的我就留在。那我先念我的卡片，好，你很久没念卡片了。六探，希望这个礼物你会喜欢。加油，优基啊，他叫优基。杰林喜欢你很亲切，更喜欢对动物关爱的你。希望礼物你会喜欢，优基。好，鸟屎傻眼，优基。希望搬完家后一切顺利，礼物希望你会喜欢，优基。好，我们来看礼物是什么。我的好短。是柯哎。傻眼。好可爱哦。好萌哦。傻眼呢。好可爱哦。傻眼。他自己画的哦、喔，对啊，欸、好厉害哦、喔，梦、喔、你们怎么不猜那么快、啊？我的天啊，我们根本没有猜，我们没有猜啊，我们就往下喝出来而已。太猛了，烧饼哎，真的哎，哎、欸，我这么亮，你的反光啊，因为你旁边有一只喜欢。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是卤蛋的，那我们来帮卤蛋念一下卡片。好啊，好啊，因为卤蛋这么鸡巴的人，喂。好像一个粘板，而且卤蛋不要再当薪水小偷哦，多说点话，希望礼物你会喜欢。我觉得他真的是个好人，是是是，因为他可能只想送杰林，他就顺便送我们。哎，你们两个他很用心哎，拜托一下哦。然后这边是也是一样，这边从桃园来的，是食品写六探的鸟屎，又是你们两个，礼物也太多了吧？怎样？打开来我就吓了一跳，怎么样？来，打开来就会吓一跳，傻眼，可以，傻眼，可以，我的整箱的泡面啊，没有错啦，傻眼哦、喔，现在就要倒一锅热水进去，直接用这个纸箱吃。幹嘛幫我們拆封欸？這是什么？干嘛帮我们拆封啊？傻眼，没有吧？这应该是，这是什么？蛋糕吗？摸起来不觉得像蛋糕吗？它是里面的，我它有血，它有血，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应该是茶吧。鸟屎的六探安，我是 LNG 的马来西亚粉丝，刚好来台湾旅行的。哦，所以是马来西亚那个白咖喱什么的。傻眼哎、欸！傻眼的超好吃的，傻眼，热水给我拿来，我现在就要吃。傻眼，傻眼真的假的啦？傻眼，不要拿我的泡面，傻眼，不要用，傻眼，傻眼。他不是傻眼，傻眼好吗？咬人，超夸张。等一下，你拿什么口味？我看啦。好了，这个还有一包，但有些运过来是碎了，都希望你们不介意。其实有一半是我朋友鸟粉送的，你们可以和他抢，别客气。他也写了一封信给鸟屎，内容我不知，但建议一个人实看。TQ 是什么意思？你是要写 Q？ 哦 ，Thank you 哦，我以为他要写 QTQ， 结果小写一个 Q。其实我们不会写繁体字，手好痛。听台湾朋友说，你们台湾人会介意简体字，就试试看吧。还好啦，但真的太难了 ，sorry， 没关系。第一次知道 LNG 的存在是六探几年前跑去卤蛋台客串，我本来是卤粉，现在却变了六鸟卤日粉。哎呦，加 LNG 重要哦，重要哈。谢谢你们一直带给我们欢乐，希望有天你们可以来马来西亚玩。From Luli， 我知道这是要直男的太忙。要直男傻眼，要直男的太忙是什么意思？直男啦，哎、欸，真的全部都是马来西亚来的泡面呢、欸，好好、喔。等一下，那这个到底什么好在意哦、喔？把它打开看吗？可是它如果是调理包，我觉得是蛋糕哎、欸啊，没有，我觉得它应该是肉骨茶的那个茶包茶包。我刚刚就说了，应该是傻眼哎、欸，傻眼傻眼，这些看起来太好吃了吧？傻眼傻眼哎、欸，傻眼。六探，你家应该不能吃泡面吧？为什么？你不要再吃泡面，吃泡面对身体不好。这些我把它带回去了。我已经一年多没吃。你就要保持啊，不要再让自己的身体变不好，对不对？杰林也不要吃泡面，杰林也不要吃泡面，啊、对身体不好的全部拿来。干嘛啦？傻眼。好了，这个待会我们就大家分一分啦，谢谢你。因为这个也太多了，我们也不可能真的。你还从马来西亚寄过来，真的，而且马来西亚泡面已经超好吃了，真的。一定的，而且这个橡胶果实，它外面的包装是紫色，然后葡萄口味，可是它颜色好像汽油。哎呦，软糖本身颜色好像汽油。是橘色，你吃一个。粉红色的。哎，最喜欢粉色的嘞。嗯，可是看不出，不要吃下去，一瞬间真有汽油的味道。哦，这是草莓。你说这个能？你说这个能叫什么？哪一个人？这是火焰果实啊，萨波啊，萨波的，嗯，不是傻眼，傻波，差不多了、啊，你们要吃到几点？差不多该结尾了吧？你不讲要口感、啊，口感就软糖啊，
你的难吃哎，这吃下去有一个汽油。哎，你有吃它的吗？没有，我不要吃汽油。你吃它的，你吃啊，你吃。我吃一个。你为什么突然要变客家人？你吃，你吃嘛。我吃一个手术果实。你是猪啊！我吃一个手术果实。手术。傻眼，傻眼！你们怎么有垃圾啊？傻眼！你吃，你吃。它的草莓还蛮好吃的。草莓还是我自己的基因，我吃我自己的看看。你是吃冰糖哦？那不是汽油，那就是那个没。那个。那叫什么？酒吧、哦。我看看，九五了。酒吧。我看。中油傻眼没有啊是挺傻眼的应该是葡萄的香料的那种味道就会这样子对啊可是还是很好吃啊香蕉果汁就那一包不是吃的吃橡皮擦当然吃得很开心傻眼我现在擦擦看都是用香蕉果实呢擦不掉啊傻眼还不做擦纸真的是傻眼呢好啦好啦好啦感谢大家收看啊感谢鸟屎今天回来啊让那个节目很丰富啊对啊你下一次演出什么时候要不然就下礼拜七月底所以在这个时候你都会回来的吧對對對最近会吗对对对 okay, 都会在 那我们可以请假了 OK OK 差不多好傻眼傻眼感谢 UB 社福的赞助播出没错还有那个干爹 Kings 的赞助播出谢谢你们差不多到这边明天可以继续收看那个木曜四超玩木曜四超玩明天木曜四超玩就是我已经看到他的预告了真的你也会去对不对对还有两位就是我跟你讲史上最老的电玩节目就在明天对明天真的在明天年龄层最高的电玩年龄层高加上你我们大家加起来快超过两有到200岁吗你夸张没到200岁但至少有150岁有，我觉得有。大家加油，好不好？明天准时收看《木曜视超玩》，谢谢大家收看，拜拜。谢谢大家。